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，你哪来脸说别人、啊、自己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。魔法棒，干什么？他那么小，万一戳到了怎么办？拿这个脏不拉几的东西逗谁呢？凭什么让我东西？张丽，我让你看着孩子们，你干嘛吃的？姐，我给的。我知道。行啊，你今天回来的正好，还提醒我。孩子呢，慢慢长大了，这东西就会越来越多。我觉得你干脆把这间屋子腾出来，就给我儿子用吧。反正你一年也回不来几次。如果说真的就想回来住几天的话呢，没关系啊。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。你去那儿不比在这儿舒服是不是？笑话，这是我房间，我凭什么让出来？我当初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勾引谁呢。你说谁呢？你啊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们娘俩被扫地出门的时候，你那个疯妈没有教过你怎么做人怎么讲话吗？我警告你，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，你哪来脸说别人？自己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。干什么呢？你俩不会好好说话？你守着个孩子吵这么大声，在楼上都能听见。你带着孩子先出去。你说你刚回来你就……不要说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替我说说他。别一回来就兴风作浪。我，怎么回事？闭嘴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哎，这等我。这世界很酷。